大家好，我是周俊发。这次参加由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主办的世界华乐大赛2024，我以古筝这项乐器在专业成年组中获得金奖。首先要感谢所有评审委员对我的演奏肯定。在学习古筝的过程中，要感谢我的三位古筝老师：陈梅君老师、吴锡凤老师以及刘宏宇老师。他们不厌其烦地教导我，除了口语上的详细解说，也亲自手把手教我掌握各种复杂的弹奏技巧以及力度。虽然演奏的过程中偶尔我会像脱缰野马，但我会想到老师上课时的叮咛，这些叮咛就像缰绳，使我在音乐的道路上能够跑得更稳。学习古筝让我可以去探索作曲家的创作心灵之美。这些作品源自于历史故事、诗词以及大自然，让我透过演奏仿佛身临其境。此外，我要感谢我的工作伙伴以及社会贤达对于我音乐工作的支持，特别要感谢常年陪伴我的助理，在我演奏的过程中帮我处理所有的事物，包括跟主办单位的沟通细节、交通往返以及搬运乐器，还有服装仪容整理等。最后要感谢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为艺术工作者提供展演才艺的机会。我是周进发，来自中华台北。今天是2024年5月22日。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华乐大赛演奏，乐器古筝，组别专业成年组，曲目《春到湘江》。